现在是中午一两点的时候，我们家的鸡窝里面蹲满了母鸡。第一个筐这里有一只麻鸡和一只五黑鸡。麻鸡把羽毛都炸起来了，它的头。五黑鸡好像也想啄我。我想看一下五黑鸡下蛋了没，它下的是绿壳蛋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嘿。像这样的浅绿色的壳，因为我之前捡蛋，然后有朋友说是不是混进了一个鸭蛋，这个不是鸭蛋，是绿壳鸡蛋来的。给回你。哇，这麻鸡嘴这么快的，一下子就抢走了。我们再看一下旁边吧，旁边这是一只孵蛋的小黑鸡。哦，不要凶，不要凶。它这里也有蛋，这个有标记的是隐窝蛋。鸡鸡，它昨天晚上是在这个筐里面过夜了，应该是抱稳了。今天晚上要给它挪一个窝，让它安心的孵蛋。挪窝之后就给它准备种蛋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隔壁，隔壁还有筐。哎，这只五黑鸡刚刚下完蛋呐，还保持着这个站着的姿势。它肚子底下那一个绿色的蛋就是它下的，五黑鸡都是下绿壳蛋。高高高高，鸡鸡。鸡鸡下完啦，啊？拿它的蛋。绿壳蛋，给回你啦。没有抢你的哦，我给回你了哦。再看一下旁边，旁边这里有两只鸡。这两只鸡脾气都挺大，我都还没有摸它们就在这里哇哇叫。啊！哇，你们俩。哦，咕咕咕咕，旁边有一只鸡下完蛋在那里一直叫。上面这层就比较少，就只有一只，这只很精致的小母鸡。